下面请您欣赏斗宫殉女，表演者张鹤伦、郎鹤炎，掌声有请。谢谢啊，感谢大家，再次谢谢大伙儿啊。是了，这么晚了还，哎，好嘞，再来一段。这个这么晚了，大伙还都没走啊，哈、啊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个这就是人来疯，对，在台上就是这样，愿意跟大伙多聊一聊。是啊，大伙那么一热情啊，我这人也是，只要你给我一份爱，我就还你一片情、嗯，你知道吧？怎么受刺激了？这是就是那种比较开心嘛。啊，来到自己家乡，我就多演点，回馈一下啊。等到返场的时候，多唱点，这都好啊。对，哈，要不咱直接返场吧？因为这一提的唱啊，嗯，现在大伙儿都爱唱，都爱听，哎，尤其那个流行歌曲啊，少男少女都喜欢，可不嘛。所以我们这些90后的孩子，您他总说有一种情节，你知道吧？你们欲也无法阻止我不要脸的说下去。知道吗？您不要脸，我们还要脸呢。好好说啊！作为我们这些80后的孩子来说，这，80后还于什么？这确实不应该了。85年的，好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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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对，1885，是1885。接着说，我清朝的。我说您的。别人迁坟的时候把我忘外面了。行了，回去了，回来，回来。这叫较劲了，兄弟，你干嘛呀？这是我这儿拦着，我没说呢，听我说句话好不好、啊？你说，来，哈尔滨的父老乡亲们，听我说句话啊，他确实是85年，1985年。对了，哎，为什么呢？我干的事儿我知道，是吧？他当年在这，我没说完呢，你推我干嘛呀？你赶紧说，你要说不清楚，今天毛囊给你薅没了。那您受累了，省剃须刀了。我跟您说呀，咱来德云社一块填履历，张鹤伦1985年出生，这几个字是不是我替你写的？这事儿是不是我干的？我没以为就是他干的，这太淘气了，这个你这么说容易埋在哈尔滨的，那就是我第二故乡呗。他好好聊天，嗯，真是1985年的，长得略显老成了一点啊。他呢是1958年的，我们两个呢谁呀？我81年的，81年的、嗯，都是那个心态来说仍然年轻。对，但是来到德云社来说，说实话啊，就是以传统为主，是学的一些都是传统文化，传统基础。对了，嗯、啊，大伙儿都不知道，其实最开始学相声之前，您我啊，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相声演员。对，你是烤串的吗？我去，那不是，我的身份很特殊。后来当的保安嘛。也不对，哦，其实我还有另一种身份，对面穿的军大衣睡的。听我说，其实我真的身份是一位戏子。您还是听我说吧，啊，那戏子是对旧社会演员的蔑称了，你这。过去老说，对，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，有这句，对不对？说着我们无义，他们无情。虽然说没我这里边，没有您吗？当然了，过去管我们这叫什么下九流啊。哦，下九流。对了，下九流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我跟你说说。您说我听听。一流屋，二流娼，三流大神，四流帮，五剃头，六吹手，七戏八街九教堂。哦，这么个下九流，不明白吧？不明白，我也不懂。对，哎，您说这么溜索，您不明白。你看这简单啊，一流屋啊，这是什么？我就是巫师，过去你看给人家当个国师，有的巫师啊，居神呐、啊、那种，哦，哎，弄个符啊什么的，这种的巫师一流，这是一流，一流巫、哦，二流娼，娼您知道吧？娼，这跟你回忆回忆，回忆回忆你家里边这种传承，娼，哦哦哦哦，就那个专业的那个，对对，对，业余的，啊、别提这个，哎，娼，这大伙都熟悉了。三呢？对，一流舞，二流娼，三流大神，大神就跳大神的，
不是，这跟那个巫师，巫师你看都当国师了，跳大师去民间哦，哎，这儿举个仙儿什么的哦，三流大神，四刘邦，刘邦，哎，刘邦可了不得，刘并不是那个刘邦，啊、就是什么更夫，打更的、哎，对了，打更的过去更夫，四刘邦哦，为什么四刘邦他那个这个职务为什么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嗯，更夫啊，那个时候人家也算是那个事业单位、啊。哦，就是到几点了，你得听他的。对了，啊，而且还给人开工资的。是啊，大事了。你瞧瞧，四刘邦五剃头，剃头那我剃头，以前都是挑个挑子，你看修脚剃头，哎，剃头挑子啊，是刀快水热一秃噜一个，哎，都剃头。哪位剃头？五剃头，六吹手，吹手，吹鼓手。哦，哎，比方说你们家死人了，哎，哒哒啦。凭什么呀？举例子嘛，举例子这不好。就是说呀，我说那时候不得吹一个吗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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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我们家那死的还挺欢快，你看。就说了，剃头，吹手，嗯，七戏八街九教堂，七戏就是我们戏子，哦，戏剧演员。对了，八街教街是什么呀？乞丐。哦，勒砖叫街的，一边在街上表演要饭的啊，老爷，我的太太哟，嘿，拿那个砖往胸口上拍，拍出血来，别人看着给钱。旧社会。对了，如今现在不是那样，如今地铁里一场无情的大火，哎嗨，烧毁了我的家园呐。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，谢谢，好人一生平安，好人一生平安呐。对，你到哪儿地铁里都有这个呀，是、啊、对，弄个音箱，哎，往前搁一搁，再要一个，谢谢谢谢，都有这个、啊、七喜八街九教堂，九这个啊、哎、教堂啊，是卖药糖的，吹糖人的，哦，对不对？吹糖人的那个，你看就吹过去弄一个糖，哎，一个管呼一吹，吹出一球来，造型、啊、哎，你想吹什么？哦，你看，哦，你肯定是猪，对不对？哎，吹一下猪。什么叫不是我？你可以喜欢我想要一个对。对对，哎，小猪，小猪，哎，吹出来，哎，你看，吹个鼻子一薅出来，给你，哎，一吃，吹出一佩奇啊！对对对，这个七喜八街九教堂。哦，我们这个排第七，就是我们戏。那您也不能那么说，您就说您是演员就。别不敢演员，现在这相声演员可以了，戏的谁瞧得起我们呢？您也这太如此的没落。又怎么还没落？真的没人瞧，现在谁瞧得起唱戏的？人都是相声演员，现在可能还差不多。我过去我们那个没人瞧得起。您可别这么说。说实话，说到这儿，比较寒心，不痛快了。家传这个，您家传这个？对了，是家传哪个曲种的？这是就是，不是二人转那个，我都没听见您说这个。他刚才说一个二人转，啊，我们这个叫。您说高腔，高腔，哎，南昆北弋，东柳西梆，弋调高腔，哟，可以啊！我也知道这么点，别瞧不起那没脖子的胖子啊！哎，第二段时候不是没屁股的臭虫吗？这差不多、啊，现在屁股不找上了吗？对，长脖子上了，你瞧瞧，嗯，还能伸缩，你看，嗯、差不多了啊。咱说我们这个一调高 腔哦，您还是家传。对了，我爷爷的爷爷传给了我爷爷的父亲。你先等会儿啊，接着说。如果是吧，我爷爷的父亲传给了我爷爷的爷爷。嗯，哎，不对 啊，这就这么两辈来回倒着传呢，没听清吗？我以为踢球呢。别拦着我 啊！我爷爷的爷爷传给了我爷爷的父亲，是我爷爷的父亲传给了我的爷爷，我的爷爷传给了我的父亲，我的父亲传给了我，一辈儿一辈儿。哎，你学吗？我学，我不学。你看这玩意儿要失传，好家伙，这刨一坑这儿等我呢，没人继承啊！我不是，这不怎么那叫继承呢？这话心里边寒心，赶紧死去。那你就成孤儿了。对我。咱没完了是不是老师？没人学么这东西，还门这东西，您瞧瞧，不是没人学，您也别往我这儿抄便宜。您不是说您世家吗？打小就学着传下来的唱戏、啊、您也别寒心，您在这儿唱一回我们看看不就完了吗？不是这东西啊，没人愿意看，也是听的人是少之又少，会唱的人那是凤毛麟角。就因为是濒临灭绝了，所以我们才得听的嘛。这玩意儿自己你就没法唱。这个大戏也不是说一句两句三两句，有我呢，怎么了？我给您办戏，我给您配戏，咱俩，对，我跟您瞧瞧，咱俩也不是一级别呀，你不配呀，你少蘸点那蒜酱好不好？我
吃的蒜茄子。哎，我说这味儿挺重的。我是不配跟您这家传的世袭。我们打小那么大的时候，那玩意儿那么大的时候就学这个呀。怎么个玩意儿那么大的时候？小辫儿啊。哦，您还梳一朝天杵。我谁揪着您这头发了？是怎么了？打小我们就学这个，你这一天天你这一根都没有，你学这玩意儿？不是，咱不以头发论长短的，对对对。但我跟您学，因为我也会一点，会一点。所以我跟您，你要真想唱，今晚你上我那儿。半夜两点来，我好好的，我给你掰开掰开。您别掰开了，我这情窦我媳妇已经掰开过了。不是，我给你掰胳膊腿啊，唱戏有这个呀。哦，身上。哎，对。我这有吗？拿一山包。嘿，双飞燕。嘿，这都还有旋儿呢。好，虽然说没旋起来吧，哎，挺好。现在来说肚子大，有点坠得慌。在家今天吃的蒜茄子多。对，你离我远点。太沉了，这不是咱呢？这我比您岁数大，我来不了这些动作了。您给我说说唱腔，唱腔啊？对，再说了，唱腔那行，上我们家今天晚上两点，我看我你张嘴啊，我好好给你通通。对，好好，拿我当马桶了是怎么了？喊嗓子呀！啊啊，一得通嗓啊。那也咱别两点喊嗓子呀。那怎么着？多扰民呢！白天人不笑话你吗？白天笑话吗？大伙儿一笑话你，这寡妇失业，你不死这儿了？你这玩意儿不是您看清楚我性别了吗？我这寡妇失业的了就。我怕人家一笑话你，不好意思在台上哭泣一下自爆了。我没那么大脾气吧？回后台里边咣叽扎尿盆里死了。我还扎尿盆里死了？撑死了。我，您有完没完呢？这是您这是行家吗？您要怎样啊？我就说在这儿跟您学一出，大伙儿也听听您的戏。大不怕大伙笑话您？我不怕。不要脸了啊！不要了。我不怕，我当初您给我那海藻泥都不要了，咱全撕掉，全撕掉了。行，好不好？那行了，行不行？你要喝得去，咱就来。哎，我是喝出去了。行啊，我这跟您学一出。学哪出？您给大伙儿。哟，这您这还让我挑戏？你挑吧，那我得偏您了。我会的不多，咱们就来他一出这个《窦公训女》，又叫《全德报》。全德报是好行，一提还提出一大出来，大名小名我还都知道吗？知道啊，这这是一个连台的本戏了啊。但是因为唱的人也不多，所以留下来就这么这八本了。哪八本啊？头本《官榜》，二本《别女》，三本《入府》，四本《招赘》，五本《洞房》，六本《训女》，七本《考童》，八本《荣归》。你还都知道？那当然了。这三字经里边有这么几句嘛，叫窦燕山有一方娇五子名巨阳，哎，说的就是这个窦燕山的这个故事，窦公训女嘛。啊，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残唐五代，有一个落魄的将军呀，名叫高怀德。对了，少不得志，妻子亡故，留有一女名叫桂英。他们是皆因啊，这个高怀德的父亲与前朝的皇帝郭威有仇，因此不能出仕为官，可是家中无以度日，于是就向窦燕山借了300两银子，让义子高同外出贸易。高同一去三年没有音信，300两银子也还不上。这一日啊，高怀德在大街上看到招贤榜，心中暗想：我何不进京考取功名？怎奈家中有17、18岁的闺女，让他放心不下。于是就回去跟姑娘说清，让他去窦府为奴，抵偿银子的债务。姑娘点头应允。怀德走后，姑娘怀揣着文约来到了窦府，将事情与窦燕山说清。窦燕山听罢之后，撕毁文约。来，你上这边听得清楚。撕毁文约之后，还认了高贵英为义女。这一日，窦府来了个投宿的公子，此人名叫石守信。只见他生得齿薄唇红，风流倜傥，窦燕山甚是喜爱，就把闺女许配于他。洞房花烛之夜，石守信见姑娘满面泪痕，大惑不解，忙问之下，姑娘这才哭诉前情。石守信听罢之后，暗挑大指：我那嫡系之岳丈，真乃信义之人，我何不进京考取功名，待我翁婿双双得中，再与小姐完婚，不知姑娘意下如何？高贵英点头应允。夜半三更，撕开后花园之房门，放走了石守信。转日天晴，老院宫见马棚之下，不见石库老爷马匹，大惊失色，忙问丫鬟才知原委，于是将事情禀报给了窦燕山。窦燕山将女儿呼出训责，就叫窦公训女。由于整出戏唱的是高贵英高小姐深明大义思北俱全，因此又叫千金全德。再来一遍哈，窦燕山有一方娇五子名巨阳，这个故事发哎哎，老师您来了。哎，你不觉得这样的话我比较尴尬吗？不是，我这给您说的。我用你说吗？我问你，你知道吗？你说知道俩字儿就可以了。谁让你说完了？我以为您考我呢。我考，我怎么那么爱考你？我有那么大炉子吗？哪个考啊？您这我考你，我往这一站，你知道我
无地自容，知道吗？我都要下去了，发现没有空座。您到下去您还得买票去。下来坐你怀里啊。不行，我怕你坐怀断了。不是，我就跟您说，我知道这戏。你知道知道，谁让你说了？说完等着咽气呢。缓了两口。怎么炉子已经烧热了，等你去呢？现在不赶趟了，你我就知道知别显呗，这玩意儿谁不知道啊？是是是，对不对？那大戏长着呢。对，咱不能唱全了。那、啊、怎么办？咱唱最精彩那一出。洞房。对，嗯、来来来来，洞房，我这来，别，你这手法太快了，咱不唱洞房。洞房精彩呀，洞房那噼里啪啦的呀。怎么就噼里啪啦的呢？这个洞房不唱洞房，咱们训女。训女不精彩。洞房不让唱。唱不唱训女？行行行，我这这行，训你训你，来训我干嘛呀？训你训女，大黄。不是您那是斗公训女吗？这是不是？大黄，您这不是小白训狗吗？这是。你看，你还知道啊？废话了，这是。洞房多精彩啊！那不好。哎呀，不要不要！不要洞房，就要训女。行行，训女训女。哎，然后这个咱挑完了戏了，咱得分配一下角色。分配角色。对，不用分。嗯，都给你。都给我。都给你。不是，咱俩人唱戏都给我。怎么了？那您干嘛呀？我训你啊。您别直接。你哪儿唱错了？我跟你说呀。是。但是咱得唱着的时候您再说，那么大伙儿听什么呀？行行行行，好不好？咱这样，咱挑挑，觉得你先挑，你挑剩下你再挑。好的，那不还是我一人唱吗？怎么着？你一块挑。行行行，这样我先来挑。那个，那我斗公，那我斗母，我斗油葫芦，我斗蛐蛐，我斗大人，我斗小孩，我斗小黑小子，我斗大半娘们。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不一人一个吗？哪儿一人一个？我斗公，您别斗母啊！公母啊，不是这公，不是那个公，斗公斗燕山斗公。你说斗燕山呢？你还来个斗公？你这玩意儿，不是我以为您知道呢。谁了解你这里头黑话呀？我这是黑话呀！别来这个，就斗公斗燕山。哎，斗燕山。对了，对吧？您斗燕山。对，咱得那我呢？您来斗夫人。我说窦夫人好不好？您不是窦母吗？行啊，风韵犹存啊。主要就是这犹存，对不对？行行行，好。哎呀，还挺媚气啊！嗯，别忙，老师，咱接下来还有角色呢。这窦一生嘛，窦夫人啊，是，还有角色，有这个老院子啊。您怎么太入戏了？这是老院子干嘛？老院子通风报信的那个，精明能干。哎，对对，我来啊！精明能干，英俊潇洒。玉树临风，好好好，粉妆玉砌，哎呦，傲骨英风，哇，这都是特别点题，您自己没有这么夸自己。娘们今是夫人，现在是院子，对，现在说的是老院子，对，然后接下来还有这个，小丫鬟，干嘛的？这伺候这个高贵英的，你来，你看像丫鬟。我女性小丫鬟，我来，你来，行行，我对你真是命。还有这个石守信，干嘛呢？姑老爷刚才说的那个，我来。英俊潇洒，玉树临风，粉妆玉砌，傲骨英风，翩翩。给米饭啊，走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您来这个石守信是吧？然后还有高贵英，干嘛的？石守信他媳妇儿，你来。好，我来。还有这个高怀德，干嘛的？吴老生，进我来。哈，风流倜傥。就不能让他说完吗？你打死你！第二句就娘们唧唧的，不要这么说话啊！您来高怀德、吴老生啊，还有一个高同，干嘛的？高怀德他儿子，我来。你看好角他都抢走了，这好角是吗？我说不是你媳妇就是你儿子。你先别高兴，我跟高什么兴？我哪儿高兴了？我这模样高兴了？你看你乐的，一张嘴我都看着你裤衩上那花了。您甭来这套啊！行行行，这你小佩奇，乔治，
行了，这人物分配完了啊，咱也就这样了啊。哎，挑不挑的？还有这么个事儿，您受累跟我搭的桌子，什么？跟我搭的桌子？我跟你搭桌子？对，疯了吧？是不是疯了？夫人，搭不动。不是，我们只负责生孩子。对不对？夫人能搭桌子吗？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过去的女子只负责生孩子，是对不对？你没事了，回来咱俩就生。对，谁没事儿啊？老爷负责出去赚钱跑业务，我就在家生孩子。您还没演夫人呢，咱还没入戏呢，咱现在还是各现在就，等等一块儿，我给你搭。您受累了，一块儿，好吧，俩人快。多新鲜呐、啊！我这抬你这摁能不重吗？不是，啊，夫人没有多大劲儿。不是，咱俩一块儿，一二走啊！一二，您这练一指禅来了是怎么？俩手，这啊，老爷好棒啊，老爷！啊，我就说我没有嫁错这个男人。我希望你什么时候都这么棒。可以，差不多了啊，然后还缺两把椅子，一人拿一把。老爷，你不知道疼你娘们吗？不知道。快去吧啊，快去吧。白嫁给你。Thank you。来啊，赶紧去。不去。来啊，去啊，把凳子扔下来给我来。至不至于的呀，搬起来呀，脾气还挺大，老爷跳得还挺高，那是，咱们现在就准备开唱，别这就开唱啊！哎，因为都布置好了，不是不是，这别开唱，这谁知道我是夫人呢？哟，那最起码你最起码得穿那个寿衣得有吧？寿衣，夫人穿的那个衣服，唱戏穿那个花花绿绿的，绣个煎饼啊，煎饼，绣个烤冷面呢、啊，加不加肠啊？加个肠啊，鸡蛋、啊、辣椒、孜然呐、啊哦，醋啊、糖啊，你要甜口咸口的啊。是，您这里边不光蒜茄子，还有这个呢。不是，你得有行头。不，您说那叫唱戏的，那叫行头。对对，行头，海水镶牙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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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。他这行头都3D 版的，你看看，我们没有那唱戏的行头。咱就穿这个。没有唱戏行头，我跟你唱个六啊。你可以给我双击一个六啊。这谁知道我是夫人？那没办法呀。夫人，你太粗犷了吧？这分包感觉，您就来逗夫人，您说怎么弄啊？这个。那最起码你最起码夫人得像个女性角色呀。我们这也没法化妆啊。把你头套给我。把我这，我这头套也忒稀了点了吧？我没东西给你。包一包头行不行？您拿这个呀。手绢包头。嘿，那我还真头回见了。你看不容易啊，咱们找着了这么一位世家啊，一调高腔。不是，那包头不让您蒙面呢，这是。哎，行了，家伙，这哎呦，皮肤还挺紧致啊。皮肤好紧绷，好紧绷，好紧绷。你怎么？您，我想起那我们家马桶来了，我那。这已经还是白的盖儿，你看没有？嗯，啥？哎，看我的小便。哎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您这小辫可以了啊，行，咱这回可以开唱了啊，好吧，好，准备好开唱 啊好，有请乐队老师。好尴尬，乐队老师只能鼓掌。你看乐队呢？没有乐队。来，大哥，苏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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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苏伟，这是什么乐队？这是，咱到哪儿了？咱们这是，别晃了。苏伟，说什么有什么？没有乐队，没有乐队。苏伟，苏伟，嘿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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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苏伟，嘿，苏伟，嘿。老师。
留神您的小便啊。小辫子，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因为没有乐队，没有乐队，哎，有个好主意，什么主意？拿嘴学，就像你刚才那个打的啦打，哎，不是那个，啊，不是那个，咱一调高腔，哦咦哦啦啦，军军哇啦哇啦哇啦，哦咦哦啦啦，军军哇啦哇啦哇啦，奔嘿嘿，您到底是什么世家呀？您这得有乐队，你得有声吗？不是拿嘴学，咱不能学这个呀，学一调高腔的家伙，一调高腔，就，就。您这世家是从抖音那儿传下来的，行，咱来，我不用提醒了，您没问题吧？拿嘴学，哎，对，拿嘴学来，咱这都归后台，归后台，对，后台打架了，好吧，好吧，您上场，我打架，我上场，您打架，好，准备好了啊？都看了点啊，看来应该永和豆豆应该挺大，我不要这个，什么玩意儿？什么？你这屁了扑棱，这不不不不不，我没听清。我要能听清清，我是那个。行，我行了，还有伴奏。哼，诸位诸位，没有这个。来啊！打什么家伙？不是，您怎么不明白呀？咱这冬秋锣，打冬秋锣。对呀，早聊啊！啊，什么叫冬秋锣？冬秋锣就是冬秋，冬秋，冬秋，冬秋锣，冬秋锣。对，打多少？三棒半到台口。三棒半。哎，行，合为一棒。你看，冬抬腿，秋落腿，这为一棒。行了，好吧，错不了，没问题了。来吧，没有错不了的事。对，他就没对过。哼，您闹秋啊？你倒闹腿啊？您不秋我怎么闹？不闹腿怎么秋？我错了，您呐稍微快着点好不好？别这么慢了啊！你早聊不就完了吗？得了，您呢，快着点。哼，动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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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咋的咋的了？地上有狗粮啊？不是怎么家里来且了剁馅儿啊？不是你不让快点？我让您冬秋冬秋，您这忒快了，这个。那怎么着了又得？您呢？您跟着点我的步伐，好不好？行，跟着点我的。我呀，事儿还真多着行了。我新鲜的。哼，冬秋，冬秋，冬秋，蹲。什么声？半棒啊，三棒半，还有个半棒。半棒我掉沟里了。招来嫦娥，起永河。苏喂苏喂，没有苏喂。没有这个，您呢？您该出来。我出来。您出来。我再来一句啊，苏卫不是，招来嫦娥起永河。冬秋，冬秋，冬秋，冬。我媳妇也掉沟里了。老师，您守灵来了。你这嗑唠的都要唠碎了。是我唠碎了，还是您走碎了？这个怎么了？我又怎么了？我这都唱完了，您三棒半到台口，您唱啊！我唱什么呀？我一个乐队，我唱什么呀？
谁说乐队？乐队还得兼唱啊！不是，您走出来了就是夫人了，就不是乐队了。那你说一声啊！这还用说吗？观众刚交代清楚，我这是乐队老师，怎么就成夫人？交代一声，乐队老师，您在这待一会儿，我是夫人了。哎，站好了，站好了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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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就明白了吗？就是这意思，对不对？乐队就搁这儿了，您这会儿就是夫人，我这夫人了。对对对对，来吧，再来一句啊！朝来长路气永红，今天观众特别多。让你统计票房来了是怎么了？唱什么？仙人堂前猎绮罗，这不老词儿吗？就是传统的呀，老词儿也唱啊？当然了，就唱老词儿。来，朝来长路气永红，仙人堂前猎绮罗。呵呵，老词儿里没有呵呵呀，这还甩腔？这接着来吧。啊，夫人。啊，汉子。汉子不对呀。啊，爷们儿。爷们儿，现在的词儿了。屋里的。屋里的不是这个呀。啊，欧巴。萨拉嘿。您行了行了，我跟您说，您得叫老爷，老爷，夫人，老爷，这是一套称呼，哦，明白吧？这一套，对对对，我以为老爷汉子呢，没有，老爷太太一套，啊，夫人，啊，老爷，我成汉朝的老爷了，夫人请坐，老爷请坐，有座有座，大汉，怎么了？上哪儿就坐去？这坐那是我的，你坐这会儿。咱俩没离婚，分那么远，不行！你别甩石，你甩什么石啊？不甩什么石啊？废话，咱俩椅子就拿一个不就完了吗？你坐那儿啊？这老爷没有，咱俩没有一点缠绵吗？没有。你看，坐。行行，请坐，请坐，有座，有座。夫人，夫人。带纸了吗？我又怎么了？您跑这接手来了是怎么了？我挡着点吗？不是您挡着，您好歹您夫人窦夫人，您得端庄一点，您别老这，对不对？端庄不等于泛浪啊！哎，差不多自己体会了。啊，夫人。啊，老爷。你我女儿哪里去了？呵呵。这是要尬聊的节奏吗？怎么了又？上哪儿都呵呵呀？说戏词儿。哦，说戏词儿。妾身不知。知道。啊，夫人。啊，老爷。你我女儿哪里去了？你猜。咱们不是猜谜语的节目。那是什么呀？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。这会儿就说这句。对呀。不还有前面一大套不都不要了？不要一大套。我们还有翻跟头，翻到二流转体两天半呢。那是我爸爸骑自行车翻的，那是。行，不要这个，不要了，成。啊，夫人。啊，老爷。你我女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，但听呀。怎么？你要刺杀你老爷？老爷，没有伤到你吧？可以，就没有伤到你的腿毛，毛都没有。再来，重来。啊！啊，夫人。啊，老爷。你我女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啊。天到这般时候，为何不见院子报来？可说呢。咱能不能说戏词儿啊？有什么？您这聊天来了，院子报了。院子报，院子报，谁报？院子报，谁报？你，我报。你报啊？报。废话半天了，真的，赶紧报。报。好，来，报。哎呦我的天！我跟你说，我报一个煤气罐，你知道吗？咱唱的还是洞房是吧？抱着你入洞房吗？谁让你抱我了？来吧，小老爷。哈，还小老爷？你看，您哪？您这会儿是院子了，
怎么了？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。这会儿院子报呢？对呀。那夫人呢？夫人搁这儿了。你交代一声，你不交代，观众哪能明白呀？怎么又来我？喂，夫人，你跟着坐一会儿，快坐一会儿。这会儿我就院子了。哎，月子老师，你俩辛苦辛苦。我不想唱了。咋的了？老觉得人格分裂了，您的。你不交代，一人赶这么多角，观众看不明白。您分包感觉，自己演明白，大伙儿自然听清楚了。自己演。对对对。行行行行，再来吧，您的。阿夫人。啊，老爷。你我玉儿哪里去了？嗯，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啊。天道，这般时候为何不见院子报来？为何？院子，院子，您赶院子的，院子来。报。冬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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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冬冬。啊，膝盖好疼！快快快说话，院子！什么？啊，好，说话。冬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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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冬冬秋，秋天的冬冬秋。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！何事？没事，没事。会聊天吗？有事儿。有事儿。何事？哼，你猜。不是，怎么跟夫人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？怎么不是？昨夜晚三更时分，师姑老爷我家姑娘在后花园洒泪分别。老词儿，就是老词儿 啊！是是，再来。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！何事？昨夜晚三更时分，师姑老爷与我家夫人后花园洒泪分别。跟我媳妇跑了？啊？不是与夫人，这不是一个伦理剧吗？什么不是？师姑老爷与我家小姐高贵英与我家小姐后花园洒泪分别。我说的什么呀？您说是夫人了。看我记错了，记错了，对不对？也不一样嘛，那个。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院子报来，院子报来，报来，报来，报报。冬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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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冬冬秋。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！何事？昨夜晚三更时分，师姑老爷与我家夫人后花园与我家小姐后花园洒泪分别。哎，你在怎讲？洒泪分别。嘚瑟什么呀你嘚瑟？嘚瑟什么呀你嘚瑟？嘚瑟什么呀你嘚瑟？跟谁俩的呀？您先消消气儿啊！不是不消，不是您消你咋的？你是院子，我还比较客气的，我都客气的问你，我消你信不信？你是院子，你是傻子，你吃我的，你踹我的，我是你姥爷，我是你爷爷。你这完整是戏霸呀，这是你这是怎么唱的？这我辈儿上去了，不是哪个呀？您听我说啊，您扮演的是老院子，怎么的？通风报信儿啊！昨夜晚三更时候的事儿，你到现在才告诉我，当老爷的我能不吹胡子瞪眼睛吗？我能不急吗？我错了啊！乖，捶捶你小胸口。行行行行行，不是不行，这个。您错不错没关系，别生气了、啊。是是，您的剧中人物得找这感觉，您明白吗？剧中什么感觉？您别张嘴就骂，抬手就打呀。您得有这种感觉，就我是主子，您是奴才，演的奴才啊。主子发威，奴才撒碎。撒碎，对，撒碎就是撒尿的意思。哎，是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是心理活动，后边也没有。怎么来？是心理活动，不让撒，不是不让撒，是没有。那怎么奴才撒碎呀、啊？您心里，您一听这个，我一生气一愤怒啊，您就这个全身颤抖，体似筛糠。颤抖都还不憋的吗？嗯、也有害怕的时候。害怕？对，颤抖，磕头如鸡奔碎米一般。好比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地上有个地缝，那时候都得钻进去。你这么一说，这不都是心理表演吗？这我觉得不用说了。说这意思我明白了啊。好比老词是什么？嗯，主子发威，嗯，奴才撒碎。对对，撒碎可不是撒尿。是。对不对？他是表现内心的恐惧。哎，对，哎，好比说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跑不了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体似筛糠，磕头如鸡奔碎米一般，害怕。就好比哪儿要有个缝，都得钻进去，浑身哆嗦，就看您那抖功，就找那个缝啊，紧张感。对对对，有缝马上就进去，恐惧的那种。来吧，没问题了吧？放心，错不了，哎、没有错不了的事儿。对，我就怕您这句。您呐，您也甭包头了，咱直接来吧。直接包头，打头来，打头。不用包了，你已经够。你看这个演员对艺术啊还是很严谨的哈。哎，我这媳妇又换一发型，你看。再来啊！
懂。招来嫦娥，启用火。咚，唱对，别跑了，仙人。仙人堂前猎绮罗，啊，夫人。啊，老爷。夫人请坐。老爷请坐。有座。有座。夫人好好坐。哎。啊，夫人。啊，老爷。你我女儿哪里去了？可说呢。戏词儿，老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啊。天道这般时候，为何不见院子报来？为何不见院子报来？院子报来，院子院子院子报来。报！咚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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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咚秋。清明老爷，大事不好！何事？有事儿。废话，何事？好，昨夜晚三更时分，石谷老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撒雷分。你在怎家撒雷分别啊？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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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